好，各位观众，现在看的是南大附中的午餐，我们来数数看，这碗蛤蜊汤里面的蛤蜊这么多的壳，到底会有多少的肉呢？除了这边，我感到有一点点的心酸，鼻头都酸酸的。终于有个凉快。我记得我们昨天好像也是吃蛤蜊哦。很恶心。没有。有人吃剩的有没有？是这样独立做的。真的没半颗。我们刚刚数了大概有10颗。里面两粒。有没有泪水在眼睛里面打转的滋味？这个比例，而且两粒还不是粘在壳上。